么重要的战区，派一个人守，真的可以吗？第一战区有些大量魔族，相信他吧。我的外军坚不可摧。来得正好，可修魔领主得归我。这是伤不了我的。放哥，糟了，你留住修魔时的禁咒，其余的交给我。分身狂怒，别急，我去动员。